鱼姐，你来呢？请问叫外卖吗？哇，豪宅没有啊？没有哇，金碧辉煌，金碧闪闪，不愧是金曲歌后。那个就是老鹰啊，在吗？对啊，来了，上面啊。OK， 这么来了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来了。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欢迎我们来。就是在生活中，我反而是一个比较自我保护的人，除了在当然就是在 很相信我的人家人啊，很熟的朋友之类这样子。你画了一条界限，其实你是可以保护自己，同时你也保护了别人。然后哦，也对，对，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无止境的敞开，有的时候那个能量过强的时候，别人不见得要接收，其实对，不是有压力。对，其实那是一种，那也是一种不礼貌。说实在的，以前我们都会很着急说，说啊，我就是。看收视率啊，如果这节目没人看，那就是那我们接下一个节目要怎么办？可是渐渐我开始已经没有那个着急感了，我就是觉得，如果老天爷还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有机会在大家面前说话，那一定是有人想要听我说话。我现在就想成为这样很泰然的你。我小时候想当那种你知道风情万种的天后，就这样。你是风情万种的天后啊？你这说的，哎，这就多了天后，这样就好了。对啊，这样就好了，所以就可以喝酒了。给放一些。没有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开玩笑，我等一下要去那个中年节。对，你知道，这仙姑也是要那个去中年节找一下火。太可爱了吧！我每次都从你的言语当中得到很多温暖，就可能就是文字给你的力量，就生活给你的力量，然后你又传给我，对，也不奢望全世界爱上你，等到你来的时候，我相信那会是一个很永久的友谊。我走了，拜拜拜拜，谢谢大家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还有下去啊！记得去试一下他们家的厕所。